透视易经解锁密码，大家好，欢迎收看禅宗说卦的实例解剖。在开始今天的节目进行，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个乌鸦和喜鹊的故事。传闻在很久之前，玉帝有饲两只聪明的鸟，一只有乌色羽毛的乌鸦，另外一只是叫声好听的喜鹊。这两只鸟和玉帝做伙住在天宫，自由自在，非常的快乐。这两只鸟都希望他们能早日修成正果，后来他们就做伙去找玉帝，求玉帝答应他们的愿望。但是因为玉帝非常介意这两只鸟，不敢让他们去凡间历练受苦，所以玉帝就安排任务给乌鸦和喜鹊，要求他们想办法将幸福送给凡间的人，只有任务完成，他们的愿望才会当实现。乌鸦和喜鹊因为这个任务并没困难，马上就答应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参详要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因为乌鸦的叫声比较大声，所以他选择在大家当着灾难的进程发出刺激的叫声，来提醒大家要注意。因为喜鹊的声音比较温柔，所以他决定要在大家当着喜事的进程用他的叫声先去恭喜他们。后来这两只鸟啊分头进行他们的任务。乌鸦来到凡间了后，每一天都四处飞，四处在看，他只要一发现有人在要台南饮跳啊，他就会赶紧飞到那个人因家的厝尾顶，发出啊啊刺耳的声音。喜鹊也是同一款，他只要发现对一个人因家有喜事要发生，他就会先过先飞去那个人因家的窗仔门边，发出可爱的叫声。时间一久，凡间的人就发现，只要每一届乌鸦出现一地，都会发生灾难。所以大家都很讨厌乌鸦，只要一看到乌鸦，他们就会用石头把他牵，要赶他离开。不只是这样，他们发现每一次喜鹊出现没多久就会有好事发生了，所以大家都很欢迎喜鹊，甚至要故意做一个鸟人，希望喜鹊可以永远留在他们家。这两只鸟已经去凡间做任务过一百年了，但是到现在他们的愿望也是无法度实现。后来乌鸦为着要避免被人杀死，他只好避去深山那来。虽然喜鹊真受欢迎，但是也有很多贪心的人为着要得到好运，就会去抓喜鹊。在充满斗争的所在，自然就没有喜事。当然喜鹊也无所在人去了，所以渐渐啊也看不到喜鹊的身影。一件代志的好歹，不是乌鸦或者是喜鹊造成的。想要判断一件代志到底是好也是歹，主要也是看咱家己的心。其实换一个角度来看，乌鸦的叫声是提醒咱，真紧就要发生灾难了，所以这段时间咱应该要加倍注意，小心才对。无定着，因此就会当逢凶化吉啦。凡事爱往好的方向去想，安尼日子才会过得比较较快活。第一，先准备三个古铜钱，也是一般的银夹仔。图案那边代表阳，文字那边代表阴。先调整家己的呼吸，让家己保持在一个平静的状态，然后将钱放在双手的手中心，在心中默念今仔日的月令日期，然后拜请拜请佛祖、文王甲周公，只是你想要占问的代志的吉凶好歹。刷落来摇动手中的钱，将钱轻轻弹到桌顶。右下往上记录你拔出来的人的阴阳。当你清洗完来挂，
也就是下卦的三爻以后，爱搁再默念一摆，你想要占门的代志，继续拔出三爻，完成外卦，也就是上卦的三爻。补充说明，月令日期相当的重要，因为伊会当帮助咱判断吉凶，所以请大家爱家己去查万年历，也是农民历。举例说明，国历111年3月18日，伊的月令日期就是壬寅年癸卯月己午日。第三，确定好日期，接下来就要将空蒙的部分找出来。日期是由10天干加12地支组成的，两个一组配对，一定有两个地支无配到天干，这两个地支就是空蒙。比如讲，卜卦东江是己午日，咱将天干加地支拢配好了后，会发现戌加亥两个地支无对应的天干。所以是空蒙出海。第四，咱咧记录爻的阴阳的时阵，爱记住以少的为主。譬如讲，三个钱当中是一阳两阴，也就是一土两仪，咱就爱记做少阳。如果拔出来结果是一阴两阳，也就是一仪两土的话，就要记住孝音。如果三个钱的结果都是同样的，就要特别做记号，因为这代表有变卦。三个钱都是义，就是老阴，都是土，就是老阳。在变卦以后，老阳的部分会变成孝音，老阴的部分会变成孝阳。在装六亲之前，咱要先学会向装地基。装地基的原则很简单，就是阳卦装阳地基，阴卦装阴地基。阳卦为乾、震、坎、震，阴卦是坤、兑、离、巽。阳地基为子、寅、辰、午、申、戌，阴地基为丑、卯、子、未、酉、亥。有一点要特别注意，在装阳地基的时阵，要对顺时针的方向，因为子是乾阳之数，所以要照着子、寅、辰、午、申、戌这款的顺序来装。但是在装阴地基的时阵，因为米是坤阴之数，所以爱对历时针的方向照着米、子、卯、丑、亥、酉的顺序来装。对初爻开始，顺序由下往上，每一个爻位分别代表的地支如下图。会记得咱有讲过，十二地支拢有各自代表的五行，对右下角顺时针来看，亥子为水，寅卯为木，子午为火，申酉为金，其他的丑、辰、未、戌拢是土。不如84000的法门来对治众生的烦恼，就好亲像一支歌。可以有非常多面向来解说众生的问题，生活当中会出现一道又一道的阻碍，会让我们以为自己输入了生活，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输入那个着急、惊吓和忧愁的自己而已。人生中处处都是选择，快乐的过也是一天，痛苦的过也同样是一天。所以当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绝对不能逃避，应该要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想办法来改变对我们不利的局面，才是正道。今天我们就要用各种不同的主题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实际上发生过的案例，看是要如何透过易经卜卦推算出问题的答案。
以及如何将咱捌学过的解决技巧，实际运用伫生活当中。这句话是王小姐要问伊最近的财运，包括以后得到的结论是，伊最近的财运不但无好，恐惊也会有财务的损失。包括的日期是木柱年一抽月平日日，可望是出来。王小姐播到的歌是《看尾水当四熬变走水困》。王小姐已经出社会几年了，最近伊愈来愈想要家己创业。前两年啊，伊的职务都已经是公司的主管之一啦，但是伊的职务提升，薪水煞无增加偌济。后来有机会出国做工作，负责的嘛是管理的职务，但是要做的代志包山包海，不但来处理顶管交代的任务，也爱随时注意甲关心部下的进度。时间一个久，伊就感觉野神啊！伊因为家己付出遐那侪心思甲气力，做甲遐那忝，结果拢是伫咧为别人做工过。伊想要家己做头家，想要挑战，互家己的收入无限制。不过虽然伊有热情，但是伊嘛非常清楚，创业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除了爱排业绩的压力、投资的初期了的钱，以及收入无稳定的状况，伊拢爱家己承担，而且伊身躯边嘛有袂少朋友创业失败，就算经过创业初期，要如何长期稳定来发展，嘛是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安尼，伊才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伊最近的财运状况会如何。问投资求财用神，看车财。虽然应熬五岁车财有金来生有金，但是因为细熬这主罪的兄弟，兄弟起势无求财，细熬的兄弟会吸应熬用神的车财，代表最近王小姐的财运是无好的。细熬新金的爸母同化海水的兄弟，爸母有过来生王上无金，又个日中暗淡。爸母明当暗当会去生细熬兄弟，加强兄弟吸财的力量。所以王小姐除了最近的财运状况无理想以外，也特别注意财务损失的状况。总结来讲，王小姐拨到的卦是坎尾水当变泽水坤，六冲化六合，细熬代表王小姐坐气神主罪的兄弟。兄弟起势对投资求财真不利，表示伊目前的财运无好。四爻辛金的爸母同化海水的兄弟，爸母旺相又个同会去助生四爻兄弟，四爻兄弟会去克应爻用神五会车财，代表短期间内，伊除了爱注意财运无好的问题，嘛爱小心有生财迹象。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身体健康心安宁，投资求财必得利，做伙学易经，家庭幸福永港心，修行路上可见性。禅宗说卦节目好奇账号42274784，号名是西方发改基金会。这句话是陈太的美梦云先生最近破病的状况，根据挂上显示，伊的先生的病不是真严重，大概伫治愈的时阵就会当转好啊。八卦日期是癸子年庚辰月木星日，可望是出来。陈太拨到的卦是天罗同人当五爻变离为合。陈太云先生因为工课常啊爱搬重物的关系，三不五时啊就会发腰疼。顶礼拜，但是伫咧洗身躯的时阵，物件落伫咧涂骹，伊按腰落去，煞发现伊的腰完全无办法弯落去，伊必须爱用手扶壁，慢慢啊才会当鼓落去。而且站起来的时阵，腰也会刺痛，非常的艰苦。伊一开始是打酸痛药物，结果不但无效，反倒倒来腰愈来愈痛现象。因为单纯是迄种会当无看医生，就尽量卖看医生的人，所以伊就
上网络去找答案，结果有人说他这是椎间盘剥出来，也有人说他应该是椎间盘肋骨歪去，不管是对症都让他很紧张。下班了后，他甚至也去做冥想疗法，但是得到的效果也很有限。后来在陈太太的坚持之下，陈太太才愿意去看医生，医生说他只是搬动物造成的筋膜发炎，虽然医生说这不是什么很严重的病，但是陈太太也是很担心，甚至也开始怀疑是医生误诊，如果没有怎么过两天他的症头也不完全改善呢？他压抑的时候也是会疼，陈太太为了要让他先生安心接受治疗，所以才想要透过八卦来知道他的先生最近的健康状况是如何。问病用心，我们看官贵细咬海水的官贵，虽然日望也空蒙，但是有月来生是王空不空的情形，官贵王也去持世，就表示陈太太目前确实是有身体方面的问题。五爻生金的车载当化弥陀的子孙回头生，完神的财爻林月龄又有日来生，财当会去生细爻阳神的官贵，不过因为陈太太的病情是最近引起的，加上官化六冲金病红冲，就代表他的病很快就会好了。应爻也是阴爻，应爻属土的子孙空蒙，但是有日来福，是王空不空，也是日冲暗动的情形。应爻的子孙当会去克西爻的官贵，代表只要病人好好啊接受治疗，伊的病真紧就会好啊。总结来讲，陈太太拔掉的卦是天后同人当变离为好，卦化六冲。金病风冲对病人来讲真有利，表示伊的病短期间内就会好啊。虽然细爻用神海水的官贵王空不空，要五爻生金的车载来助生，但是因为卦化六冲，加上应爻的子孙有日来福，也日冲暗动，子孙会克官贵，所以伊的病会当治好。推断大概等到隔天，就是自己的时阵，自爱冲将海水的关柜甲冲掉，但是病就会明显好转啦。这句话是本世要问因爸爸旧病状况，八卦以后得到的结论是病人目前的健康状况真不乐观，要特别注意注意的时阵，病人会有生命危险。八卦的日期是癸子年一丑月己卯日，空蒙是辰酉。本世八条的卦是三六比同二爻、四爻加五爻变乾为天。有一遍，本世因爸爸因为将车送去保养，只好坐公车上下班。迄一天，因爸爸为着要赶公车，就用走的，结果走到一半就跌倒啊。自从迄天开始，因爸爸就出现走路未稳的情形，而且三不五时啊，就因为看未清楚，去弄到物件、甲人，或者是发生认唔到人的代志。后来，本世看到因爸爸伫咧食止疼药啊，才知影伊已经头疼真久啊，一天甚至会当食一克啊的止疼药啊。本世感觉安尼唔对，坚持要带因爸爸去看医生。结果发现因爸爸的头壳有生肿瘤，而且应该是生真久啊，可能是受到迄届跌倒的刺激，病情才慢慢啊开始出现。就伫个医生甲因解说病人状况的时阵，因爸爸忽然间就昏倒去啊。手术的过程虽然真顺利，但是因爸爸也是爱留伫家后病房观察。病人醒过来了后，有两个礼拜的时间拢无法度做任何的动作，而且嘛无法度确定因爸爸感应得出什么人是什么人，因此伊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因爸爸破病的状况是如何。因为这个卦主要是本世要问因爸爸的状况，所以咱用心来看爸母。
本卦无爸母，用神五个爸母扶持儿后，抽脱兄弟之下。爸母有囡来生有囡，表示因爸爸目前的状况暂时算是有控制掉的。生后麻木的官鬼临吉时有囡，代表疾病官鬼持世又个旺，就表示病人会病魔缠身。五牛主水的车载当化生金的子孙回头生，车载当会去生官鬼，代表伊的病情会加重。因为本卦六合化六冲，表示病人会病会拖一段时间，而且还会有生命的危险。应后出土的兄弟当化五岁爸母回头生，兄弟旺相又够有当，代表病人目前有饮食困难的问题。而且也无完全脱离危险。总结来讲，本世半定的卦是三六比当变乾为天，六合化六冲，代表因爸爸的病情真无乐观，有生命危险。不过会拖一段时间，本卦无爸母后，用神五岁爸母扶持之后，抽脱兄弟之下，用神的爸母休求有根推断的主意。是病人的状况上界危险的日子，因为主日用神五岁爸母就会逢冲主五冲，这对已经破病一段时间的人来讲相当不利。这句话是叶小姐要问伊的感情状况，根据卦象的显示，这段感情最后是袂当开花结果的。姚小姐会跟对方分手，八卦的日期是己丑年木辰月木戌日空亡时辰时。姚小姐卜到的卦是水天师当日后变水火之子。姚小姐透过朋友的介绍，才实在伊即卖男朋友因交往一年，感情非常的甜蜜，加上这个查甫囡仔是伊拜完元老以后才实在。所以一直将伊当作是上天赐予伊的缘分，非常的珍惜。男方伫咧做山工，真忝，无想要约会，叶小姐就陪伊踮伫厝拍电动。男方讲伊想要食牛排，但是身上的钱无够，叶小姐就甲家己欠落来钱生活费摕出来，带伊去食一顿几啊千块的大餐。有一遍，伊个男朋友伫咧困的时阵，手机啊忽然间响起来，伊点开来看，就看到男方甲另外一个女性亲密的对话甲相片。后来男方嘛坦白承认家己有错误，但是叶小姐因为无法度接受伊个理由，就直接讲要分手。结果男方竟然跪落来，一边哭一边求叶小姐原谅伊。叶小姐一时心软就答应了，无外久，伊又阁看到男方甲别个女性开讲的内容。后来，伊总是会嫌弃男方对伊的好是伫咧演戏。男方所讲的每一句话，会甜言蜜语，伫伊的心肝内拢已经无价值啦。因此，叶小姐才会想要透过八卦来知影这段感情会如何发展。女性问感情，用神看官鬼，生后其神生金的子孙，有日月来生旺相有金。女性伫咧问婚姻感情的时阵，子孙其实是不利的卦象。对还未结婚的女性来讲，代表这段感情真歹会有结果。应后代表伊男朋友，应后主水的车载休求无金，应后就代表女性的车载。就表示男方会实在别个女性，甲其他的女性有暧昧的关系。姓敖代表叶小姐，姓敖的子孙会去生应敖的车仔，表示伫这段感情内面，叶小姐会付出比较较侪。伊对男方真好，然后用神阴木的官鬼同化抽到的兄弟，官鬼休求无紧，用神的官鬼变兄弟，就表示伊会甲对方。变为朋友的关系，啊，就是讲这段感情最后是结束的意思啊。总结来讲，女性问感情，其神的子孙其实对感情的发展真不利，
代表南方的婴儿坐主水的车载，表示伊应该有另外交往的对象啊。代表叶小姐的细猴坐新金的子孙，细猴生婴儿，子孙是车载，表示叶小姐对南方比较较好。因为日后用心音乐的歌曲需求阁无紧，如果同化兄弟用心变兄弟，就表示因最后会分手。以上就是今仔日的实例解剖，希望透过今仔日的解说，会当予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透过易经来替家己指引方向、解读疑问，进入易经的世界，了解卦的运用，掌握家己的命运，予你拥有幸福、健康的人生。感谢你今仔日收看，咱下回再见。